强风旋绕之颂怎么打满6000分？队伍推荐百万伏特。如果分数差一点点吧，建议难度倍率用2。御风而行。因为倍率一怪分数太低了，要打很多个。以我之名，倍率4适合自己有百万伏特队伍的。多利用活动的巨怪技能。不墨吧。这个类似温迪的大招会一直把怪吸到中间，你只要站中间就可以了。难得的猎物。重焕生机的咏叹，这个难度低一些，一般人应该都可以过10000分了吧。打完了记得拧原石，上脑起来吧。云影夜明